今天炸油炸糕嘛，哎呀，那天我跟刁鑫不去买油炸糕吗？买人一个，哎，买人一个油炸糕吃。我说快点吧，回家的时候咱家这不要有粘米面子吗？粘米面可好啊，别炸，炸一盆给你吃个够，跟他吃啥？吃够了再永远不想这样东西了。东北的孩儿就想东北的范儿呗，还行呗，在那边还待惯了呢，要不得你讲话。这个家乡这个土味儿总也扔不了。咱们家的糯米粉啊，咱们自己家炸油炸糕，给司令炸点无糖的发面的。我今天中午切大饼呢，豆角子都拿出来了，搁上这点糖，搁点酵母，用不用掺点白面呢？不用。嗯、啊。人家那顶可没告诉要掺白。掺白面。你喊我呢？哎呀妈呀，这么多花，谁给的？是老爷。舅老爷给的呀，哎呀，你看你的作业写的这么好啊！你看，你说把炕都整脏了，也擦不掉了。等着乐乐长大给我换新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你看看老爷把面都和好了，是不是？给你炸油炸糕吃，好不好？上那儿去吧。上那儿去吧。头一次炸，我不会弄。这油炸糕研究了好久，这叫油炸饼。你管它是啥，油炸饼，哎、真不容易。这大油炸饼，慢慢真大慢慢，超级大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还比上它的小手爪呢，看它大小。对，这有参照物，这是自己家的红豆馅儿。哎。焦黏儿，不对吧？看，是不是挺好的？为了我吃油炸糕，就是做的辛苦了，是不是？一会儿你尝尝，不好吗？表演一下啊！自己家炸的，想放多大馅儿放多大馅儿，想蒸啥样蒸啥样。对，想捏多大饼捏多大饼。来来来，快给点面子，尝尝，真好吃。你看，这老拿的是啥？快！看看，哎呀妈呀！大饼饼，你看那饼饼出来了，哎呀，可是挺好的，快吃吧，是不好吃？嗯，好喝，不吃啊！慢尝口，给点面子，快尝口来，来妈，快点，求求你，快吃口！不是你掰开嘛，你尝尝，你评价一下子。哎，不用评，我一看就是好吃。什么？对，掰开嘛，你看你这一，你头一口你想第二口？黏黏的，你看黏的，看这馅子。这是纯糯米，没有掺白面啥的，对，没有掺其他的，是不是好吃？嗯嗯，人家搁那炸是不是有掺白面的？那是谁？白面啊，这是没一点白面也没掺呐，饱饱的，都饱了。虽然样子没有人家卖的好看，但是吃起来是挺好吃。吃个还再吃个中午晚吃的大饼子，我也吃呀，不要。我妈只要吃饱饭，啥时候？我自己还在想啊。它长这么多肉还吃，长去呗，那能吃下去了啊？俺一吃饱了啥也吃不进去。好吃，嗯，快，你、啊、吃也不瘦，不是不行，我哎，你都吃了一个了还吃啊？炸的时候就吃？哎呀妈呀，这个油面不多了，别这么吃啊！面多管起都管起，你得欣赏欣赏你的胃。因为它是特殊东西，是个黏东西。嗯，还约我吃冷面去呢嘛？他约我吃冷面。快拉倒吧你！不去了吧？明天就看着有个大肘子啃去。但是你得注意你的那个胃口，享受了享受不了。哎呀，我姐老能享受那主食了。那啥啥就吃那个。准备回来长多少斤？菜油炸糕多吃几口都没事儿。这个黏东西。那大包子、大馒头、大啥？那个多吃几口没事儿。那现在十年没吃东北饭了，这家伙可逮着东北饭了，啊！我都长了十斤了。哎，叫我给他买油炸糕，邮一冬天了，我也没给他邮去。就让他自己回来吃。